娘娘，午膳已经准备好了。我没胃口，一会儿再吃吧。娘娘近日心情郁结，不知道有什么心事，大可以说出来，让奴婢为你分忧啊。没什么，没什么就好了。那娘娘不吃饭，趁热喝点汤吧。 娘娘五脏六腑脉象正常，该不是吃了不洁食物所致吧？我一没吐，二没泻，只是用完午膳以后，腹中有点疼痛，这不像是吃错东西的症状啊。下官一时也摸不着头脑，还是先吃一些健脾胃的药吧，希望能有所改善。那好吧，本宫就再吃一次。 要治不好的话，你就别来见本宫了，退下吧。是，娘娘。送一送。是。娘娘，有句话，奴婢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直说吧。娘娘每到中午都会觉得腹痛，其后便完全没事。奴婢曾在乡间听说，这可能是。 可能是什么？受人诅咒。方圣依，你看这段曲谱，我加进了一些琵琶，他们正在练习。因为这两段曲谱有相似之处，所以在下一段呢。方尚仪，林四正，有人举报邵春华在宫中进行不法之事。 我要带他回去搜查一二。林四正，这中间是否有什么误会？是不是有误会，还得查明才知道。来人，把邵春华押走。是。方圣，你先随林四正走一趟，我马上找李尚宫，看看究竟发生何事。带走。 是，林司长，开门。 是。嗯。
什么事弄得人仰马翻的？也不先行跟我汇报一下。属下本想先通知李尚公，但贤妃娘娘怕疑人听到消息先行毁掉证据，所以下令属下马上派人前来搜查。贤妃娘娘要搜什么？贤妃娘娘怕有人偷偷的。林思政，你们快来看看！ 这个贱婢机灵狡诈，这实在这么拖下去，也审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既然太后和娘娘都认为此人罪有应得，那何不一块打脉？林思政，你处事的方法与本宫极为一致，谢娘娘在上。好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去打点。娘娘放心，属下 西昌厂公汪直，为朝廷立下不少汗马功劳，朕特赐宫中掌阅少春华，与厂公汪直为对食，钦此。没事。 皇上洪恩，他已经帮我们选了好日子，会帮我们在那一天设宴办喜事。哎，没事了，别害怕啊。对了，林思政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是，长公请。走，跟我回去。 Thank you.
知道你被皇上赐予我做对食一时很难接受，但是我也只能如此了，因为这是我唯一能救你的方法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还记得很多年前在高邮市集里面有一个饥饿难忍的乞丐，他因为偷馒头被摊贩不停地追打，然后有个小姑娘拿出一文钱央求那个摊贩放过这个乞丐，可是就是因为这一文钱，这个小姑娘被他婶婶打骂。我打死你家小子！别打！你是？对，我就是当年的那个乞丐。那刘妃小产一事，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放我一条生路？就是那天，我把你认出来了，所以才救了你。你放心，我向皇上要求你做对食，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只是为了能够救你一命，为了报你一文钱之恩。可是，待皇上帮我们设宴之后，你只需要搬进我西长府中住下，我会让人收拾一间房间给你。你放心，平时呢，你就照常回月宫局做事就行了。到时候，等这件事情平淡了以后，我会向皇上要求把你的对食身份取消，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。最后我要说的是，我是一个太监，从进宫以来，男女之事早就已经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好了，夜深了，我要回去了，你也好好休息，一会儿我会派太医来看看你，希望能早点把你的伤治好。那